大家好啊，欢迎参加梁文彦纪念中学沙田的 VR 教件体验计划。首先，如果你要体验 VR 的教件呢，就必须要先下载香港中文大学所开发的 Adventure VR Apps， 那你先去到 Play Store 或者 App Store， 然后我们需要打上去 EDU， 你打 EDU 已经看到 Adventure VR 在这里了，那你按一下，然后按下去安装，好，然后我们要去开启它了。咁當然我哋要允許個錄音啦。好快，我哋已經去到中文大學所開發嘅 Adventure VR。好啦，如果我哋要揾翻自己嘅教件，我哋首先要撳一撳齒輪掣。嗱，咁你會見到 cardboard 呢個掣咧，中間係一個窿嚟嘅。我哋要撳一下 cardboard， 令到佢中間有個白色點。嗱，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冇撳著呢一個咧，我哋一定會睇唔到兩個眼仔，亦即係話睇唔到個立體360度嘅影像啦。咁你先要去到 school key， 我哋要輸入我哋嘅學校嘅 school key。我哋下個 school key 係 DJ1024。確定要按 OK 啦，嗱，見到啦，梁文彦紀念中學沙田，咁你要按 OK 啦。好啦，咁我哋要出翻去頭先嗰個位度啦。咁我哋跟住要做咩？將呢個地球掣按一下，變咗一個鎖頭掣。咁我哋會見到喺我哋學校所有嘅教件都起曬度噶啦。而我今日要睇嘅咧，係梁文彦紀念中學沙田嘅可持續學生可持續生活嘅實踐嘅學生篇。咁由於個教件係比較大嘅。你見到啦，差唔多200MB， 咁所以咧，記住咧係要揾一個有 WiFi 穩定嘅 WiFi， 而且係不限呢一個嘅數據嘅 WiFi 咧，先至好下載啦。千祈唔好用自己手機嘅電話、手機嘅數據嚟到下載下。咁你撳 Yes 啦。好啦，由於我哋嗰個數據比較大嘅關係咧，咁我係會暫停。好啦，我哋见到而家已经下载完成啦。咁所以你见到画面咧，分别上边有个垃圾桶，下边亦都有一个嘅电话嘅 icon 喺度。咁而家其实即系显示咗呢个教件已经系下载咗落我哋嘅手机入边，就唔会再用我哋嘅数据噶啦。如果系你觉得佢令到个手机嘅数据所占嗰个嘅系统嘅位置太多嘅时候，你可以揿一下呢个嘅垃圾桶掣。就取消咗佢，我哋先撳呢一個嘅電話掣啦。好啦，見到呢個畫面，即係話你可以開始我哋嘅 VR 教件嘅體驗嘅之旅噶啦。所以你嘅手機嗱一動起就會見到有兩個綠點嗱，其實我哋用綠點咧行一個圈咧，佢就會開始呢一個嘅 VR 體驗嘅之旅噶啦。而其他每一個教件入面的每一個教節咧，每一個嘅畫面咧，咁就留翻大家嚟到睇，同我哋一齊去體驗啦。